我是彭全啊，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棋局是二十五、第二十五届 LG 杯棋王赛十六强的一盘精彩对局啊。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赵晨宇对阵韩国的卞相壹啊。我们马上进入棋局，跟大家边说边聊。这盘棋经过拆迁啊，赵晨宇执黑啊，卞相壹执白啊。 我们会看到，这也是我们两位啊，这个新秀棋手之间的对抗，也是呃，中韩也可以说是未来的一个对抗啊。其实这些选手们在就是平时啊对局是非常的频繁的，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呃，特别是韩国的边相一啊，基本上跟中国的各个高手啊。 呃，都有各种各样的呃，很多大量的一个网络对局啊、呃，其实大家对他也是非常熟悉啊。而且小编的棋风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均衡啊，就是能攻能守啊，就是我觉得是下的是非常棒的。当然，唯一的一个小的弱点就是感觉他的这个气场不足，就是棋下的呃感觉太工整了。就是说，呃，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感觉他的棋就是有时候下的。 呃，缺少一点那种霸气，或缺少一点那种勇者的气概啊、呃。然后他的对手呢，呃，赵晨宇、呃、也是中国新秀里面的佼佼者啊、呃。我们频繁的出现在各种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啊、呃。在 L G 杯上呢，这十六强也是对两个人呃又相遇了啊。呃 小赵的棋风呢是比较偏稳健啊，比较的一个中庸啊，稳健推进的一个风格。但今天呢，我看我们看了稳健的小赵选择了一个错小目之后的一个二阶高跳的手脚啊，也不知道他这是以是不是有一个深刻的研究啊。其实我个人来看的话，呃，赵成宇还是更适合于一个呃拉锯战或者是一个呃推进战啊。其实他在呃之前也是靠一个呃平稳的推进啊、呃、战胜了这个。 韩国的朴廷桓啊，也是相当于一战成名啊。但是这盘棋呢，好像让我们要展示他的一个 <coughs> 大模样作战，或者说是一个呃攻击啊。不知道这盘棋呃会结局怎么样啊？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里也跟其实我们说过了，就如果是一个二尖高跳的手脚的话，这个地方当被挂角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去做尖和飞了，因为不很是很愿意让。 白棋在这里，呃，做一个猜二的安定。比如说以后你在尖顶的话，它连续的猜二啊，这里其实请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棋形的配合。也就是说，当二尖高跳的时候，大概率我们都会选一个夹击。当夹击的位置啊，你可以说是自己去斟酌啊。一般来说是一个二尖高加或者低加，啊。当飞压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冲段的大型的这个，相当于现在的流行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式啊。 非常的复杂，依托二间高跳的这个呃配置，我们会黑棋在整个右边在战斗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大模样。嗯，那这盘棋的话，我们来看第七手，第七手其实就比较奇特了。我不知道呃赵晨宇是想的是怎么想的啊？就其实这步棋会非常的少见啊，全部会看到，因为你做一个三间低价的话。 对方同样的飞压的时候，你就冲不动了，兄啊！这里也跟大家简单介绍，因为你任意的下法你就冲不动了，因为这个形状会差了一个格子啊，就我们看到对对方的压力啊，白棋就可以说骤然的这个就减轻了啊，所以任意的这个局部一些战斗呢，白的就不再担心跟黑棋就是战斗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话，那。 我们会看到，白棋就可以从容的跳出去啊。如果在这里的话，白的只能做二路的大飞。所以说，呃，三千低价的话，基本上就只能爬了啊、嗯。所以实战也是爬的，爬完之后呢，然后他做了一个二路飞啊、嗯。这里不知道有什么深刻的研究，但是我们从纯的啊棋、呃、形或者棋理上去分析的话，请我们会看到，其实我觉得。 呃，白棋的这个形状会更加的舒展一点，因为黑棋的话，就我们看到上面的是其实是一个大模样啊，一个二间高跳的手脚加一个拆边，然后这时候你辅以一个二路飞的话，其实，呃，这两个配合会有一点点奇怪，特别是白的很有可能会继续的飞压压迫你啊，就是这个形状是可以继续做压迫的啊。当压迫的时候，如果你反断啊，那双方这地方就。 就战斗嘛，白的也是不虚拟的。如果你不断的话，你比如说类似尖顶的话，啊、当然这里也有人下啊，黑白黑棋尖顶的话，白的就这里做一个不断。我们会看到呢，如果是正常这样进行的话，这个二尖高跳的位置啊就，其实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落空啊。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也就是其实不是很推荐。 请我们在二间高跳的情况下下这个三间低加啊，当然这盘棋也很神奇啊，就是，呃，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呃，对人的个人的一个针对啊，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啊，就是其实两位棋手是非常熟悉的，虽然说在比赛中交手不是很多，但是在平时的。 啊、呃，互联网上网络训练中应该说是交手的非常非常多的，特别是小编变相一啊、呃，跟各路中国高手都是有大量或者说海量的一个呃对局啊、呃，所以说下步棋他应该是很明确的知道赵成宇的一个棋风的，所以下步棋我们会看到直接点对点针对到人了。我们看这步棋，首先应该不是不好棋啊，我们不推荐一下这步，但是呃你要说结合人对吧？ 想让这个小赵去走大模样啊，觉得他其实不擅长走这种大格局。然后我们呃白棋下一个先捞后喜的话，如果你把这个人为的因素加进去的话，这步棋可能、嗯、也可以啊。就我们来看一看啊。呃，这步棋我相信下到棋盘上的时候，呃，赵成宇一定大吃一惊，因为飞压可能会是呃。 在他的预想的这个范畴内的，虽然说不知道飞压完之后具体的好坏啊，因为现在的很多棋，说实话，呃，大部分情况下双方都可占，所以说，呃，当两分的局面出现的时候，我很难去做判定，就说这个棋给给我们推荐到底哪一方更加的有利一点啊，所以说只能说是都可以下啊。 当你二路飞了之后，那下步飞就要了黑棋的命了，所以黑的肯定要飞起。然后这两个飞交换之后啊，全们看到，白的再做一个手脚，然后当黑棋挂角的时候啊，再做一个高跳啊，所以一切的一切，球们会看到，我觉得很目的很明确了，就是这里的韩国的变相一，他就是想让黑棋。 在依托这个二尖高跳，在整个右上或者右边到上边，你去做大模样啊，然后我先捞后洗啊，这时候就比较尴尬了。就而且他黑棋呢，似乎也只能去做大模样啊。这个碰靠呢，也是这个局部的一个好手啊。所以说，也就为什么我们不推荐下飞的原因，因为碰靠的时候白的不太能搬了。在前面看搬的话会吃一个连搬，他不是退啊，退的话没什么意思，但他会吃到一个连搬。 连扳的话呢，全部看到这个形状，白的就稍微有一点，就相当于有点裂了，就是我们会看到非常的难处理啊，因为你打吃的话是不可以的，嗯，因为你吃住这个子，对吧？捡了芝麻丢西瓜啊、嗯，对吧？看似很舒服，但是上面都被打打穿了，直接被一分为二了，所以不行，不行的话呢，你打吃不行，正常话你可能就只能退了。那退的话，全部看到黑的再退回来。 那白棋整个块棋都是不活的，而且这个角上呢，甚至未来被黑的尖的时候一个眼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碰靠呢，其实白的是非常棘手的。如果你下班的话，依然会遭到一个断啊。跟刚才其实大同小异啊。我们看到非常难处理，所以说这个碰靠的话，呃，好像只能立下忍耐啊。但立下忍耐的话，局部肯定是有一点显得有些重复的。所以说这部由于有靠的存在，所以说。 呃，现在的话，很多棋手是不喜欢进这个二路的，特别是飞压完之后啊、嗯。但是呢，呃，白棋就偏向虎山行了啊，明明知山有虎，我相信这个碰靠他肯定知道的啊，边上一方。然后黑的继续这里进行扩张，走了一个，全部看走了一个普通的定式啊，这个大飞的一个延续的定式。那黑白棋全部老老实实的应住。 这个其实让我非常震惊啊，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就是他，你针对人对吧？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针对到了这种程度啊，其实有点过分了啊。就我们会看到白的，就是固守角地啊，希望你把棋走向中央，然后我再走一个那个强力的这个中央的一个起活啊，跟你一决胜败。这就是白棋整盘棋的。 战略部署啊，就是最后打进去跟你一决生死啊！啊，黑棋也是继续的便宜白棋啊，这个跳也非常舒服。下一步这里有拐断啊，白的继续防守啊，觉得觉得就有点撕破脸的意思了。怎么可能这棋、个、啊？就这么来啊？说实话，下到这里，我觉得黑的是从棋的角度上来说是没有不满的。 没有任何的不满啊，这么还得打啊？然后搂吃白的就踢啊，所以看到这里，我深刻的感受到这个围棋有点看不懂了。球就是，就白的这么下，怎的看全部都归宿在里边啊？照理说这个棋肯定是黑棋优势的啊，但是现现在有一个黑棋呢，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一个他很棘手的事情就是呢。 他本来不准备这么下的啊，不知道这么问明白白？他本来呢，如果你是这个十二跟十三没有交换，你是飞压的话，其实是一个黑棋取实地，白棋走模样的棋。现在呢，被赶鸭子上架，赶到这儿了，就是说从格局上说，虽然我感觉黑的布局是成功的，速度是快的，兄弟们，但是呢，就是在赵成宇的整体的部署中，也许这个去围大模样，或者说走这个大形式，其实。 是在他的战略上的意料范围之外的，就他其实并不想走，他可能就就是虚晃一枪，然后想那个顺势走点空，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被对方这个强行的拖入到这个大模样之后呢，下不棋我觉得，呃，个人觉得虽然也很大但是下不棋应该是有一点小问题的，就是呃，感觉方向上啊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左上方。 黑棋点了这下之后啊，亲们，那正常来说你肯定是要继续下的，要不然你就不要点了，啊，正常说先把这个飞了再说嘛，啊，你不飞的话，因为如果你不飞，被这个尖顶的时候，这个、步棋实,实在太损了，亲们看到，本来尖顶你可以长脚上有个点三三，这样你点之后，很明确的点三三已经没有了，我给大家摆一下啊，因为你再走活不了了，亲们，这个就撞墙了。 这两个子啊、呃，全部看到，就直接就是自己撞死了。所以说没有点三的话，这个尖顶就会显得黑白棋的效率非常的高。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正常是点完之后一定会下这个二线的飞的啊、呃。如果他不想下二线飞，那他不点嘛，他直接下他想下的那个位置就好了，对吧？别人坚挺的时候，你还留有一个长的余地。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 呃，赵晨宇有点迷茫。点完之后，正常是肯定飞的，但他飞的时候突然又会，可能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担心对方下某一步棋。我们来看一看啊，他应该是担心对方在这里进行一个飞头。飞头之后呢，他突然觉得呢，这个头被压制之后有两个很棘手的问题：一，白的继续如果他不打进左边，让白的继续拆边的话，整个左边直接就这个边就实地化了，就可能啊，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打入基本上打不动了。 估计要死了,了这个棋啊。就说就会这条边就引白了啊，就是说时空非常的大。如果他这时候进行一些分头的话呢，又又担心飞完之后这边的一些打入啊，就我看这个打入以后，如果被打打断了，打成一分为二这四个子啊，左下这四个子会立刻陷入到了一个困境中啊，就是逃的话两块都会被牵扯掉，就说这是他的一个思路。当点完之后，他突然发现。 啊，呃、这个飞似乎这个棋啊，有一点棘手啊，球们啊，就是说，就相当于，而且他也没法补，他自己补的话，感觉太委屈了，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飞是一个天王山，就是说在点完之后，临时的决定调转枪头啊，去占据刚才我们说的飞的这个点。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你已经点上面了。我个人觉得这盘棋的赵晨宇或小赵对攻击或者说对走大模样啊，明显不如他下那个平稳推进阵地战的那个风格的这个水平啊，就两个水平是有一点差异的，明显他阵地战的水平更高，而且走大模样的棋感是多少有点问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我要给棋友们说一个小的道理啊。 因为你棋在外边，你的棋走的是呃占据势力的棋，那你占据势力的棋必然有打入，就我们讲对不对？就是你必然这个棋是不坚实的，对吧？因为你速度快嘛，你速度快必然有毛病，也就是说这个毛病其实是不可解的，你不用去思考这个毛病，对吧？就是它怎么去补，怎么去防。我想说的是，像比如它飞的时候，你肯定不能补棋，你先这边分了头再说嘛。 他打的时候再说嘛，兄弟们明白吧？就是任何事情你先，比如打个比方，你先就这样出来再说嘛，实在不行这四个就放弃了嘛，对吧？先想办法弃子嘛，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四个八目棋全部下下来也就是二十目棋，甚至我们就就放在这，比如他吃的时候我们不要了嘛，对吧？我们继续在那场攻击左上也可以的，就说你不能害怕，首先兄弟们明白吧？就你们大家去下大模样。 下这个大形式的棋，你不能害怕有破绽。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对吧？因为你浑身都是破绽，对吧？你围个大肚子，到处都是打入点，你不可能补得上了。所以说，你首先你浑身都是破绽。那既然浑身都是破绽，你不能去守的，守是守不住的。你只能是以攻为守，因为你破绽太多了嘛，对吧？而且呢，下大方的棋有一个特点，千们要注意，就是我死点棋没关系的，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听懂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啊？因为我死点东西我不在乎，因为我下的是大模样大格局，对吧？我死点棋我七个子我围一手我就回来了。我们不是下那种阵地战，不是下分割的棋，对吧？死别说死一片棋了，死那个一步一个局部被刮两步棋都痛的那个痛不欲生了，对吧？因为这个格局就这样了，所以说这个飞头其实它是你是防不住的，而且特别已经点了之后你肯定是飞的。 呃、嗯，我觉得他这里就是属于是瞻前顾后，想多了，或者说是小赵的习惯啊、呃，比较缜密稳健的风格，导致这个时候的棋感出现了偏离。就说你肯定是飞的，他飞在说你先把这破了，就没想对不对嘛？你先找个地方分头把这破了，他打进来再说嘛，先战斗吧，实在站不动再想办法弃子嘛，对吧？因为这个棋这四个字并不致命，球求嘛，你这里。 对吧？全部看右边的这个巴掌啊，我们把手放在这，甚至上面的这个巴掌，对吧？前途是广阔的嘛，你的未来是光明的嘛，对吧？你上面完全可以通过维控回本的嘛，全么看对不对嘛？完全不用太执着于这四个字嘛，对吧？大不了就是死嘛。 而且你真这么想的时候，其实这四个还没那么容易死。全部看大家对不对吧，你真的想死的时候，围棋就是这样子。你看，你这有个穿，这有个漏，其实死不是很干净的，死反而反而没事了，球嘛，反而解脱。所以说，他下一步棋，我觉得是一步明显的问题手，就是三十九。我们来看一看，嗯。 他刺完之后临时调转枪头，然后飞了一个，而且呢，这盘棋本来他的对手变相一就想去先捞后起，那不就正中对方的下怀？去马，马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方马上就把这个左上角给顶了。顶了之后，由于他已经刺的不能再长了，脚上没有棋了，所以只能是选择搬一下之后去拆边。然后这个时候下一步棋就我觉得不给活路了，请我们大家看一看，呃，下一步棋的变相一啊露出了，我觉得。 韩国人的本色，或者说是露出了财迷的本色啊，狰、呃、狞的面孔啊，就是就他下一个棋，其就下一个这种呃大思路的这个先捞后起，他一定是先先捞到你绝望啊！我们会看，其实已经三个脚在握了，非常的扎实黑白棋的空，但这时候他做了一件啊、呃，让我认为有点杀人诛心的一步两步棋啊。 就说这两步棋下完之后，没火气的人火气也上来了啊。就说，起码我们这时候看嘛，肯定是想着怎么去清消它，对吧？比如说我们打入，我们这里打入，对吧？甚至天上怎么清消掉，对吧？因为上面已经很很着急了嘛，甚至我们这里出个头，对吧？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视而不见啊，棋们，他干了一件我觉得真的，一般人干不出来，棋们啊，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狠人啊！小编在这盘棋，在面对自己很熟悉的对手的时候，展现出了自己凶狠的一面啊。他先撞了部车，往铁头功往前顶。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他顶不是俗手吗？发现是顶完之后，大家看下一步啊。我看到这步就想笑啊。他在这里立定了啊，兄弟们，也就他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为模样，对吧？哥随便削你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是一种藐视你的这种下法啊？在已经你很大的情况下，虽然说这步棋确实很大，因为黑棋退的话白的得活角，确实有很多目数或者厚薄，但是球，棋我们在对吧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他去收都不管，然后他的意思告诉你呢，这都不是事儿，这儿都不是事儿。 对吧？我看可你下，你根本就围不住这个大空，你也不会围。我哥，我再让你一手啊！这个天中间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很气啊？我觉得这时候再好的脾气的人，这时候火气就上来了啊，对吧？你接不起，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球们看对不对嘛？对吧？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吃这个二路子啊？虽然说很大，啊，但是再大也没有那么缓的嘛，对吧？ 就这下一步棋，呃，我觉得，呃，赵晨宇也是就没有办法了，就继续的扩张啊。其实也就是他本来可能还是一个虚晃一枪、虚张声势，就说、是、我们以打的为模样的幌子，看看能不能转时空。但是这这两步棋呢，包括棋友，看到前面的这个小飞都彻底断了你的链，就是你还是走吧啊！我知道你可能之前是个假假假象。 是个虚晃一枪，但是呢，你现在弄假成真了，亲们，你不走也不行了，你不走没办法了，你你怎么走呢？这棋，所以黑棋来说，你只能走模样了，亲们，对吧？你只能去走大门没有路可以走了。如果你要说要想收空的话，你可能就二路虎吧，啊，先把这块空保住，对吧？但这个肯定干正常干不出来，那你肯定是要中央扩张的。那扩张的话，从大的思路上，说实话，这盘棋我们会看到，呃，韩国的变相一。 展现出了自己的，我觉得针对人的一面，或者说是成熟的一面啊，就是说，如果换一个对手，请我们注意，他不会这么下的。如果换一个攻击能力特别强的一个杀手啊，那你这么下，说白了，我就给他送两个字啊。如果你碰碰到一个擅长攻击、擅长屠龙的高手，你这么下那就是找死啊，请我们明白吧？他这是个完全针对啊赵成宇的下法啊。 我们来看一看下步棋啊，我们有没有感觉像那个长坂坡七进七出啊，如入无人之境啊，球员们，看到这步棋啊，我觉得真的这盘棋下完以后啊，如果最后是赵成宇输掉的话，真的会很伤啊，就是你心里憋的一股那种邪火，球员们有没有感觉到啊？不是你说底对面这个人对吧？ 他根本就不在乎上面你那个一百目的模样，他现在还盯着这个二十目。他说他先把你二十目破了，再去破那。请问真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有点打脸了，就这这步棋不是说这步棋一定能吃黑的，能吃死他。关键是，请我们想一下嘛，这个地方就是不就二十目嘛，你最多就虎下来走一个四五二十目。他的意思是说我先把你二十目破了，上面再让你围一手。 他的意思说，我把你确定的都破光，然后最后再让你为首手，我再打进去，把你活一块，然后你就可以交了呀。就我就给大家白话文翻译一下啊，球们啊，就说当你飞的时候，他依然不在乎你上面那个超大的模样啊，他认为就是就是你是围不住的，所以他先忙里偷闲把下面给你破了，对吧？这个人是真的太过了，我觉得这个棋下的真的，对吧？ 但是下一步棋，当面对这个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是无法理解的。球门就是从这步飞啊，包括到下一步棋。说实话，我觉得呃，我们年轻的新秀赵成宇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就什么意思呢？就说他技术上明显有一个短板，就是攻击有一些疲弱啊、乏力啊，球们，或者说是呃，平时下那个这个阵地战下多了，这种大格局。 大模样的作战明显不是他的擅长，还有呢，就是你既然不擅长，对吧？那你可能就不能把棋总是下在外面啊，只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下一步棋我完全看不懂了，球就是说你这个格局和这个现在的场场合球门完全不适合下他实战的下一步棋啊。就是不是我批评他，就是就感觉很奇怪。其实这是我觉得没啥可想的球，就是有时候你不要想那么多。 对吧？我觉得下一步棋，我个人认为，其实所有的棋友们都能下出来。你下这一步，你说我能下哪步嘛？对不对嘛？我们先当头一棒，对吧？棒进去再说嘛。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想的，没有太多的技术。你，我先一棍给你闷进去再说，行不行？对不对嘛？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对吧？忍无可忍了嘛？这怎么忍嘛？这就硬了，对吧？你就。 而且你这步棋，我不能让你往天上跳嘛，我肯定先一棍闷住再说。而且我这地方都不可以死的，黑的全部看对。我中间有一个一百目的飞机场，对吧？捉不捉得住你这个，我其实都不是很在乎的。这里是有一个类似这种碰靠的一个呃呃弱点，对吧？你真靠上来再说嘛，不如我们顶也好，贴也好，对吧？再腾挪嘛，实在不行，我觉得他挖的时候，对吧？你我就直接不要了嘛。 对吧？我们不不一定一定要咳咳说要这个边的嘛，都给你了嘛，对吧？我们把外面的头封住，对吧？经营中央不就完事了吗？如果中央被迫，那本来这帮其实中央被迫总就不够了嘛，基本上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走上这条这个宇宙流的这条路了嘛，对吧？而且你没啥可想，你不可能去补这个。 就是这地方的弱点，包括像刚才我跟棋友们说的，他不可能正常不可能去飞去补这个飞过来的这个打入的这个思路和逻辑是不对的。但是呢，呃，由于不管什么原因啊，下一步棋我觉得啊，小赵下完之后就完全落入到了他的对手啊变相一的这个算计中。我们来看一看他实战的这一步棋啊，我们把它翻起来啊。 我们不管这盘这步棋有多大的必要和多少的内涵，我只问一句，求门汉，大家从肉眼上也能看出来，这真心不像是一个下模样的高手，好吧？哪有这么为模样的嘛？把这两步棋放在这儿啊，求门啊，对吧？你为大模样，哪有归不为的嘛？就这个棋完全是从大事上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没啥可想的，你先给它糊住再说，对吧？ 不死也先让他脱层皮，活了我们大不了就经营中央，对吧？甚甚至我们就打一下，这里打了一壶，把这个毛病给补上，因为这里随便一点黑的白的，黑的太薄了，对吧？我甚至脱仙都可以，就说实话，我觉得甚至到这时候我脱仙都可以，就我不我不要这些木了，这些木有什么意义嘛？请木看对不对？嗯嗯，反正我边角都不够了，请木看对不对？就是。 这盘棋我不可能靠收官和边角的空去赢棋的，我一定是靠上面那半个棋盘的那个大模样，对吧？为更多的空去赢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去补这个弱点呢我们承认这个靠有点难受啊，对吧？形状正好被呃白的去借用了，但是你不能去补呀，你这个补人家跳出去了就，对吧？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呃，这盘棋也是给。 我们的赵成宇啊，中国的这位新秀，呃，上了一课，就是我觉得真的，他的在技术上啊，在大局上，在思路上还要继续的磨练啊，球王。大家看一看他实战，他点一个啊，企图攻击人家，人家顺势一顶，根本就不把他中间放在眼里。这时候已经顶已经不能再硬了，再硬的话，那这个点点又没用了，所以他只能是冲断，球们看到。但是你一个冲断啊，球们看到。 对方的这些下法，球们看到就真的非常的过分，我觉得非常的很气人啊！球们，他先手搬过之后啊，当你长的时候啊，对吧？看起来你也是构建了一些防线之后，他又拿到了一个宝贵的先手，球们看到啊，直直接命中你上边的左上方的这个要害啊，就是四处出击，根本就不把你的这个模样放在眼里，球们 但事实的结局也是你没有攻击，没有拿到一些便宜啊，球木，这就很尴尬了，秋木，明白？就是人家不把你放在眼里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确实攻击乏力，球木。关键是事实就是如此啊，对吧？因为他从这两步棋其实已嗅到了，我不知道大家有能不能想明白，就是说作为一个高手，对吧？通过对手的一些。 招法其实你就应该有敏锐的嗅觉，你能够嗅到对手其实今天不是很不是很想不是很情愿去走这个宇宙流的，他随时想转身去收控的，要不然他不会下这两步棋去动他了，对吧？在这,这时候我就把你赶上去啊，赶到天上去，然后这个棋一因为正中要害之后，全部看这形状非常难过，其实不知道怎么应了，正常是顶了，可能是顶了，但顶的话甚至会有一个哇哦。 好像甚至会有一个挖都顶不上了，部魔呢？挖完之后直接就给你挖了，好像就顶不上了，因为你顶的时候吃不着，除非你先吃，吃肯定不行啊，吃了顶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球魔。这个棋就棋不行啊。对方贴在你的肩膀出头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的肚子没了，球魔。粘、嗯、也行啊，粘了斑也行。 对吧？他从这里斜刺里杀出一标人马之后，你中间就没了。所以下步棋呢，我觉得又，反正我觉得我的认知已经颠覆了，就就是明显小编已经把小赵的这个人已经吃死了。就他知道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点，我觉得这时候黑的也就只此一手了啊，因为这盘棋已经没有边控了嘛，没有没有实控了。诶正中要害之后已经补不上了，这个地方，请问们啊，那补不上我们就不要了嘛，都不要了嘛。 你看对不对？嗯，我就把这个头给你摁住，这个编号都不管了，下面随便嘛，你随随意啊，请自便啊，对吧？我把我就要中间这个巴掌行不行？你进来反正就最后一搏嘛，对吧？我觉得没什么可可纠结下面的这些步了，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不？看对吧？就这盘棋你很难靠时控再去取胜了。 对吧？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孤注一掷呢？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球、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喜欢啊，就是很喜欢收控的棋手，这就是收控棋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总是有时候瞻前顾后啊，下棋有时候不够痛快啊。大家看啊，这就是有时候不敢下这种说白了孤注一掷的下法，对吧？你们还有什么好守的吗？下面。 反正不是完棋不可能控够的，最终肯定是中央一战的。那既然中央一战就弃了嘛，全不要了嘛，就就完事了嘛。死了就不痛了，情况汉对不对？不是这浑身都是毛病嘛，对吧？被别人你揪着很难过，马奇走死嘛，死了就没毛病了嘛。这是真实的，秦对吧？大家想一想我说的这个，你一个局部被别人抓住痛不欲生，对吧？被别人一个手筋弄得痛不欲生，对吧？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 跑的话无穷无尽的那个困难，那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放弃治疗算了嘛？索性都死了行不行？都死了，如果都死了，这棋是可下的，那不是一下就解脱了嘛？全部对不对？我把能死的都死了，我毛病就不是毛病，反而你变成你的余味了，对不对嘛？把你变成白的以后的负担了，你一不小心被我被我被我动出，你还被我反杀，对吧？就我觉得只能是照中间了。我们来看实战啊。 他的照中间总是显得有一些，请我们看到啊，就是不情不愿的啊，全部看是不是啊，总是显得就是又要保持一点时空的平衡，然后又要想围住中间，总是瞻有点瞻前顾后。然后我们看到白棋怎么下的啊，全部继续的捞啊，我们看到变相一必继续的捞，吃完之后继续往中央冲，那这时候已经挡不住了。 因为你挡的话，这个双吃这里已经来不及了啊！给大家摆一下，他双吃时候正好来不及啊！你不能这么顺过来，这么顺过来这盘棋没了啊！我给大家摆一下，中间被拔两的话不用下了啊，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冲挡不住了，只能接。接的话，人家先把这个棋挺出来，先舒服了。左边已经是呃巨损了，我们看到左边的白棋的实控是已经非常多了。然后这时候只能继续围啊，继续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 这时候他忙里偷闲，他还要尝一下，给你留一点味道之后啊，因为这是个先手啊，尝试一个先手穷冲出来，你不能脱先啊。同学，白的跳下去了，冲不断了啊，给大家摆一下，这是一个先手，他只是为了留下一点点余味啊，这就被关门吃了一个一口干啊，就我看、啊、被追身就吃死了。所以那如果你不冲断，肯定吃不死白的，这你只能贴，那这都不重要，是吗？ 当白棋又在左左边拿到了先手，把黑棋的这个模样瘦身了一圈之后，亲们，然后他才使出致命一击啊！这个棋，说实话，呃，这盘棋的小编完全是化身了一个就是战略家啊！我们再看看他的致命一击在哪里啊？简直就是不给黑棋活路，请我们看到啊，对吧？ 我看了这个形状就生气啊，亲们，嗯，或者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下棋还是要果果果敢一点、果断一点，要不然这样被欺负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啊，亲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对吧？这棋什么意思嘛？啊，这里先飞，这里吃，然后这个脚守住，打了二路拖过去，我们看到尖顶了，再露进来，全部捞光。 然后这时候一棍，然后意思告诉你呢，你夹击的时候，他还不往下面走，他还不去跳过，他往天上走，意思就是你来嘛，你们看啊，对吧？一个赶尽杀绝的下法啊，其实他也没算清，他就是觉得说白了就吃死你一点，觉得你不擅长是攻杀。 就硬堵你，说白了就硬堵你，觉得你的攻杀能力没有那么强，然后硬吃你的这个所谓的技术上的一个小不倒短板啊。他觉得乱中你你就是杀不到点子上，对吧？我们就给大家翻译过来，其实不是说这个棋就一定能活的，球们啊，他就这么硬来的。你这时候，球们看到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兄们看到黑棋的所有的空都没有了，球。 对吧？只有上面的那条边大概三四十亩，那肯定远远是不够的。你别说上面三四十亩，你六十亩都不够的，对吧？我们看到白棋这个左上至少是二十加了，随便围一围就三十了。这个左下的话十五加，接近二十亩。这边有十目加，也就白的铁控已经基本上来到六十六十甚至六十以上了。所以你上面不要说三十多了，你就六十也不够的。 而且还没有六十，亲们，权威上都没有六十，所以说这时候其实你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杀这条这三个字了，对吧？但是我们会看到，其实看到看到一下白黑棋之前的下法啊，为什么我说感觉这盘棋就不是很乐观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亲们？就是黑棋的下法就不太像是一个杀手的下法，对吧？小赵的下法、赵成宇的下法就感觉不到他的杀气啊，亲们。 对吧？我们把这个翻上的这些子给球们看一下，对吧？就明显还是在走在空上的啊，希望在收控上能够随时能够回头啊，一点都不坚决。所以说这个棋被对方捏死了，球们啊，就这盘棋啊，对吧？然后接手了，当然老实人也没办法了，对吧？再老实的人也只能尝试着去攻击一下啊，球们看，因为。 不攻击是等死嘛？不攻击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的。情况下看到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黑黑白棋啊，先横顶一下啊，这里也是为未来的跳做一个准备，为未来的搬做一个准备。但是接下来我觉得有点过分了，他还居然还要把这个角上留一个断的时候断的目的是留一个活角，留一个这个关子的手段，就是说他居然不担心这块棋的死活，断一下他还在忙里偷闲捞空。 然后这时候再从容的往中间靠啊，反正我看的是胆战心惊，但是呃，小编好像觉得不是个事儿啊，对吧？黑棋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们看到只能是硬来了。当然这个硬来比较被动啊，我们就是我们看到不是主动的选择，是被逼无奈啊。当然你硬来肯定对方是有一些呃手法的，要不然他不可能说。 就是看不到你这样硬冲的，所以硬冲的时候，就说变相于一个淡定的退啊。当然这里也也要我们夸奖一下，其实韩国棋手的呃历来的这个乱战和和这个对杀能力确实是很强的，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啊。就就是什么叫老传统？就是他们传统的韩国的围棋就是一个非常善杀呃，非常善于局部绞杀的一个下法。所以说呃，任何一个韩国棋手，哪怕再 稳健的韩国棋手，他其实都是有一把力量的，呃，就基本上在呃对杀的这个环节不会太差的，就是杀气的这个环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淡定的退之后，马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盘棋，咳咳这盘棋这个变相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华丽的手筋啊，因为他退是一个绝对先手，黑棋绝对不能再走了，再走一跳自己都要被杀了，所以说其实逼迫黑棋飞过。 飞过了之后啊，我们来看一看他华丽的一面啊，请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个正他的答案啊，就是这一步刺啊，刺到这里之后，应该啊，我觉得呃，赵成宇整个人就是头皮发麻，或者说是这盘棋整盘棋，呃，赵成宇下的小赵下的有点梦游啊，就找不到自己擅长的那条路子路子，而且被对方针对的很厉害，对吧？从头到尾就没有走到自己熟悉的那个。 呃，起路上去啊、呃，导致了这个棋自相矛盾，各种的被欺负啊、呃。我们来看看这部点，这部点一寄出的时候，其实呃，黑棋中央已经非常的难下了。首先呢，这部点目确目的非常明确，下步他就要冲，全部看到这一冲呢，就全部被冲开了，因为你不能再冲了嘛。冲的时候你已经冲不了了，一断只剩两口气就死了，对吧？所以说你很想在这里双，因为你贴不了，贴的话这个冲断味道会非常的恶劣啊，全部。 你这样一个推打，直接就可能就崩崩盘了。他这样一个连扳，球看到啊，对吧？这里要吃，你这里要走，你吃一人吃三个肯定不行的。所以说贴贴不了，你很想双，但双的话，他顺势这样连扳过来之后，球门后就会发现一个事情，中央已经封不住了啊，你只能弯，他顶顶出去啊，感觉已经就包不住了，就相当于那个纸包不住火了。 对吧？你用纸，你用纸去包火，这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去况。通过这个滚包之后，白的就基本上要出逃了，要脱逃了。这里因为黑棋很薄，你这里还得走。啊，去梦，眼位白的也已经很丰富了，这里贴一贴已经可能活了。这边飞一飞，很有可能也已经出逃了。因为黑棋自己还有问题，甚至我觉得贴一贴可局部就活了。去梦，贴的一般，这再一般，马上眼位就出来了。去 对吧？铁要搬，你得走这边嘛。所以说这里不能被包，全不可能。不能被包的话呢，那点的话呢，已经不能硬了，就是说只能被冲。那被冲的话，这边还没吃，不知道吃着多少东西。呃，中央的这个防线已经被冲垮了，全不可能。对吧？你双的话，感觉大概率是不行的。但不双的话也不行啊、嗯。所以实战只能先保这个这个班头，但是被先手冲一下来之后，咳咳已经支离破碎了。然后当这时候的赵晨宇是想。 通过这个跳重振旗鼓啊，把这三个弃掉之后，重新构筑一个防线，然后把这块这半个棋盘吞掉。其实呢，就算白的把三个吃掉，我觉得黑棋这盘棋也不领先，甚至已经落后了。因为这个角上是可以活角的，给大家摆一下，随时可以有一个小的活角啊、嗯。当然，白的肯定这样不会活去，去肯定要去拆这个左边。就就算如此，其实形势也不是很有利。 但只能说，也算是那个坚持住了吧，啊，退守到了一个退无可退的一个底线，啊，让自己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的对手并不满足于啊，白棋的变相一并不满足于这里吃三子啊，又祭出了一个华丽的手筋啊，来看一看，所以说怎么下怎么有理了啊，而且关键是，嗯，黑棋的后势啊，黑棋的。 之前的模样的后事都成被告了，原告全成被告了，就完全让我觉得太难受了啊！他直接从这里顶出来，要求攻击整个下方的这三块黑棋，那黑棋不能忍，那只能是把它拒之门外，不能让它出来。让它吃一下之后，我们会看到他冷静的接在中间。这时候呢，这里要真吃，你必须得硬，那肯定得贴出。贴出的时候，它在一个柔软的小尖啊。 球没有看到他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顶其实是为了这个小尖做伏笔的。当见到这里以后，其实黑棋的形势就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用崩溃来形容了。球门，因为首先这个形状，球门看到这边是有棋的，如果你补棋这个边的棋，白的一扳头，这个棋就已无以为继了。球门看到，因为不是死了，我们就不解释了。这种这种被打包子叫生不如死了，球门，而且包完之后它一粘上。 两块七还在被围攻啊，对吧？已经没有路了，你吃这边也不行，啊，吃这边他一个滚包，这个也是无法接受的，然后他再补回来。所以说呢，也就尖的时候呢，黑的就跟刚才的这个连扳一样，黑的没有选择球，黑的只能先把这个头挺了，不挺的话这个连扳受不了。但是呢，你头挺了之后呢，他从这里靠一下之后，他加下来了。 也就是说，黑白棋认为他没有死这块棋啊，这不是很气人吗？就他觉得跟你杀棋，他现在依然不落下风，行吗？也就是你忙活了半天，其实你吃住都不不一定够，对吧？但是对方呢，其实没准备，压根就没准备让你吃，这就是我们的分歧点。就是这盘棋真的，我们看到啊，年轻的赵成宇应该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或者说是。 交了一盘学费啊、呃！面对对手这种针对性的下法的时候，明显的在谋略上感觉办法不多，而且有些瞻前顾后，攻击不够这个勇敢。请我们会看到这里的话，如果没有棋，白棋依然可占，就是这个棋只要不是近死，白的依然是这盘棋，呃，没有说完不能下。关键是呢，你的气已经马上就不够了，亲们。 这里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是实在是这么走的，如果你这个棋松一气啊，松一气会发生什么呢？松一气里面的这个气，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里有一个铺的好手啊。铺完之后打吃，那你只能接，接完之后白的应该就是收气啊。收气的话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呢？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你这只能团眼啊。 对，然后白的收气啊、嗯，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气已经不够了，请问啊。你如果不团眼，至少是是是呃是个双活啊。就如果你不团这个眼啊，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你直接收气，那肯定收不死白气的。白气只要一立，你一收，它一吃进去啊，秋木。这里的话，最终的结局是，好像黑的被还被反杀了啊。秋木看到，非常的惨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 难受啊、呃，所以说呢，你只能是屏住呼吸，贴住气啊，球们啊，就是你只能尽量的贴住气，而且呢，贴住气之后，这个局部应该是一个双活啊，就是如果你放一气就死了嘛，所以你只能球们看到它不能松气，只能贴住气，贴住气的情况下，白的其实已经没有死了啊，但是呢，这时候啊，双活的话呢，黑棋还能坚持，只能说还能坚持。 但是这时候白的找到了一个对付黑棋更狠辣的一个办法，啊，且们就其实整盘棋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看到都是在疲于奔命了、啊。就黑棋，我说实话看不到呃小赵就是明显的一个机会、啊，或者说这盘棋跟他啊的成名作那个完胜朴廷桓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啊。就这里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职业棋手的一个心酸啊。 或者说一个很累人的地方，为什么说叫心酸和很累人呢？球就是，你当你没有出名的时候啊，球，就当你没有出名的时候，对方可能不会是很重视你，不知道你的长处短板在哪里，他正常跟你下啊，你很容易就所谓的一球成名，对吧？一战成名。但当你成名了之后，你的对手在跟你下的时候，他就不会跟你下什么样的棋呢？不会让你下到。 你很擅长的那个领域里了，球门，你知道吧？他就他会各种的给你制造困难，各种的领着你下啊，不让你舒服啊，在大的思路上不让你痛快、啊，不让你下出你自己最擅长的那个格局。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难度突然间无限增大，球门，什么叫突然间无限增大？因为你好像我的肚子里的那些墨水都没用了。 因为对手不跟你下那个局面，对吧？只要像这盘棋棋我们看，刚开始黑的只是虚晃一枪，对吧？想走一个二间高跳吓唬吓唬你，然后可能去转时控，结果呢弄假成真。对方面对你的吓唬根本不为所动，从第十二手的小飞开始，就在引导局面，把你走推向这个宇宙流，推向大模样，对吧？这这就是你非常困难的地方。然后由于你的棋风，由于你的。 包括人的性格，包括你的棋的技术，对吧？在这个关键点上并不占优，或者说是在这个大模样上，对吧？并不是很擅长直线进攻上，然后他才专抓你这一点。而且呢，当比如说纪梵棋小编、卞相一获胜之后，别的棋手在对付赵成宇的时候，就叫群狼战术啊，就他会群起而攻之。哎，原来跟你这么下，你没有那么强啊，小满啊。 然后就会争相效仿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心酸，或者说感觉到很难啊、嗯？其实说这时候呢，你能做的是什么呢？努力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的技战术水平，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对手就针对不了你了，对吧？或者你的战略，或者你的技术都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不然的话呢，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星，为什么说一段时间之内就会陷入到一个低谷中去呢？不是他不努力啊！ 也不是他的水平下降了，就是因为他被针对了球，球门这盘棋我觉得淋漓尽致啊！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啊发生了什么球，球们、哎，哎、接下来发生什么？当贴在这里之后啊，其实刚才我们给球们看了，如果正常的走数收数的话，应该是一个双活啊。然后，但白棋这时候小编并不要这个双活，他要继续的便宜黑棋啊。 他继续往里冲，这时候的赵胜宇非常的绝望，他就往里断啊。我们会看到啊，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里已经要被打穿了。其实他接过来能够吃死呃白棋，但是白棋不够了，这样吃是不够的。这边又被打进去了，全部看到啊，所有的肚子已经千疮百孔了，而且这里其实帅家肿胀没有多少空的，全部其实都是他的一些基本空，所以这样是不够的，所以他也是咬的牙。 啊，当这些吃不能吃了，我们吃的话就崩了。我给大家看看，反吃一下之后，这里直接顺两下啊，顺两下之后，这个角上一打啊，就出事儿了。情况，你不能让他拔这个角，你拔角他一冲，就不是刚才说的双活了啊。白的直接把这两个子一吃，那对杀肯定就黑的就不可能杀的赢了，白的有眼了。<laughs> 所以说呢，这个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他没有办法啊，只能是后退，后退的话。 小别先手吃一下之后，这里已经很痛快了。虽然这里撞了一气啊，现在局部改这边应该正常下是差一气啊。给兄弟们说一下，但是呢，他会有好手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嗯。也就是他敢于这么下的原因。如果只是捉住这三个子，让自己的大龙本来就双活变成静死的话，那这个棋肯定是亏的嘛。这三个子虽然大，但不可能比这条龙大，嗯。但是接下来啊、嗯，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表现啊。 他这里翻吃一下之后啊，可以的，这肯定不能被拔，他原来这里装这个装着啊，这壶里卖着药的啊，装着一个飞刀，就是这部一路肩，我们看到这里也充分展示了啊，我觉得啊、呃，变相一的这个战斗能力啊，这部一路肩应该在心态上彻底击溃了小赵，击溃了赵晨宇。我们会看到，我们会觉得这部一路肩是啥意思呢？ 我们来给棋们解读一下。我们刚才说过啊，这里扑打吃，从这搬，对吧？刚才我们会看到，如果不撞气的话，是一个双活，对吧？这个松一气的话是把黑的差一气，紧住气，那自然自然是一个双活。那现在白的又紧了一气，那正常是黑的快一气啊。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复复。付 复原了啊，或者这样摆一下吧，大家就能够看明白了。就正常收，因为白的撞了两气嘛，那这时候呢，就会变变成白的慢一气啊，就正常的收束是白的慢一气。但是，这我们说的是正常的收束。这时候他下一个一路尖之后呢，黑棋就非常棘手了啊，兄我们会看到，因为首先这里马上要进到角里去了，进到角里去，这个延气就不得了了，进到角里去，肯定这个棋。 就不会是近死，或者说不会被杀了，因为他脚上这里连通，他脚上做个眼，那肯定是双活了。也就是说呢，那黑白棋走这的时候，黑棋必须得打脚啊。你走这的话是一样的，尖和打脚没区别的啊，都没有紧住气嘛。然后白的打一下之后，呃，估计是读秒的原因，打一下之后，这时候他再发动，我们 <laughs> 看到发动，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棋，然后他再搬这个啊，怎么很好？ 这时候神很神奇的事情就发，就会出现了。如果正常的下的话，如果你这时候去紧气的话，全部它就直接往里扑啊。你如果接上的话，这个棋，我们看到没有死啊？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啊。这是变，由于这个尖的原因，延了一气之后变成了一个紧气节，请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变成了一个生死节，但是这个生死节呢？ 黑棋是不可能输不能输的嘛，因为只能是一劫就就打爆了。所以说黑的这个棋变成由进杀呢变成一个打劫杀啊，求、呃、我们注意，<coughs> 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打劫打劫，双方打一个天下劫。那打一个天下劫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里就会插一手棋，求们啊，就什么叫插一手棋呢？黑棋白棋可以死这条龙但是呢白棋有有劫财，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我来看你，好了啊、嗯，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时候正常收已经不行了，所以说反正也是打劫啊，所以黑棋就团在这里，团在这里的话，打一劫会得点目，因为是一个眼杀啊，比刚才会好一点，但是呢，好不到哪去啊，亲们啊，对这步棋没有下，不好意思，这步棋没有下啊，这步棋没有下啊，我刚才是顺手给走了，所以他先走到这边啊。 就非常关键，他这个复劫的时候，他可以用这步棋当劫财啊。这个抱歉啊，秋木，因为刚才我也是感觉太舒服了，顺手就给走了。嗯、还有五分钟。嗯。然后这时候他打吃寻了一个劫之后呢，他就提过来。黑棋由于不能丢这块嘛，他只能是找本身劫，这只是一个唯一的劫财啊，秋木。冲完之后，因为上面都是不能动的，秋木动完之后，下面就不是不死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不能吃的。吃完之后。 这个棋就有气了，所以说冲完之后呢，就变成黑的只有最后一个劫。那这时候白棋下了一步让黑棋绝望的棋，就是冲这里啊，球们看到。冲这里之后呢，白黑的很想挡啊，下下面那条边很大，那个空也很大，但是呢挡不住了，球们就是没有劫材了。这时候小赵只能是粘劫啊，把这颗大龙先吃掉。但是呢，当这里被冲下去之后，啊，这盘棋就很尴尬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 啊，一个超级的大转换之后啊，球们啊，全盘的这个时控呢是白的领先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啊简单的数一下啊，这块棋大概有七十五目左右啊，就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七十五，我们看到黑棋别的地方也就十几目，黑的大概全局的时控能来到呃不到九十目啊，我们来看看白棋啊。 这地方是十目加，这地方是二十目没有变啊，也就三十加没有变。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十个子是二十目，对吧？然后这个虚空一二三四这是十目，这里是十目，虚空至少是来到三来到三十多目，也就是说三十加加五十加，白的来到八十加，然后左边有一个潜力，白的轻轻松松过九十这个棋啊，棋我们，而黑棋的话呢，全盘不到九十目啊，虽然说。 差距没有想中那么大，但是已经结束了这个棋啊，我们会看到 <coughs>，而且呢，这边还依然会被对方搜刮啊这块棋啊，大家会看到这里也是没有办法了啊，虎的话也是这里要是叫杀黑棋，黑棋走转，然后这是最后一击啊，我们把这几步棋给球们看到啊，这块棋其实又不活了，啊、因为时控的原因。 黑棋并没有领先啊，秋所就他只能是拼命的抢，然后抢完了，抢的结局就是这块棋，就我们看到死活又出问题了，没有进活啊，只能是立啊，立的话呢，给大家摆一下，如果弯的话，是被点死了，这里被点了扑死了；如果尖的话呢，是一步假棋啊，貌似看起来像是个双活，但其实是假的，因为这里插一个棋子被挤死了，所以说那活不了，活不了只能立，立的话就变成一个打劫杀秋木。球们 就说你没有办法了，刚才补也不行，就虎的时候补的话，那这边肯定被刮也不行。就说其实就就是这盘棋不行了。啊、请我看能。只有两分钟。所以当打到这里之后啊，白棋对吧？这里还有一个很多的本身劫财啊，我们最后把棋局给大家摆摆上。啊、这个无忧劫白棋就非常的轻松了啊，请我们看，因为其实他下哪里都可以啊。 然后这时候，小编就选择了一个活角啊，就继续立啊。呃，小赵成宇再次的弹尽粮绝，只能消劫。然后这个角又被活掉啊。当把这三个中间吃住的时候，白的就很淡定的提掉。嗯，黑的得补齐，然后白的去收官。啊，这时候就大局已定啊。这时候我们来到一百九十八手啊，就，我们，因为这个角又大概活掉了黑棋二十多目。 我们会看到，其实中央没有吃那么多，所以说刚才我们判定就不够的情况下呢，这时候叫雪上加霜啊，就是明显的失控是被四脚穿心了这盘棋啊。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数一下啊，还有一分钟，白的接近九十目、啊，而黑棋的话呢，大概也就是八十出一点头啊，就是远远是不够的。这时候就是盘面都不够了啊，这盘棋也就是。 下到了一百九十八手，最终的话呢，呃，双方也是战斗到了二百一十四手，最后的吉步棋呢，我就不给大家摆了，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呃。在调整完心态之后啊、呃，经受了一盘整盘的折磨之后啊、呃，中国的赵晨宇啊含、呃、恨啊、呃、这个认负，可以说是非常气的认负，这个 L G 杯啊止步这个十六强。这盘棋也充分展示了我们看到针对人的一个。 厉害之处啊，好，然后这盘棋呢，我也就给棋友们介绍到这里了啊，希望棋友们继续的关注啊。